第五日，我终于去迪士尼啦。日本嘅迪士尼你真系要玩一日噶，如果唔系就浪费啦，因为佢哋地方非常大。当我入到去嘅时候，就好似去到一个梦幻乐园一样。它的游行分两段，一段是下午的，一段是夜晚的。哇，你看到那些卡通人物走了出来了。你看附身，现在每一个小孩哥哪个不识附身的，他两个做四个主角，真的好像在童话世界那里走出来，好浪漫啊。去迪士尼买手信是不少的啦，快点去看看啦。So this is love.